原票这么嚣张啊！你给我这种态度啊！下来，我请我办公室放一个网络上的影片，请您看一下。这是我们接下来啊、哦，是中国大陆的募兵影片啊，这在网络上是。取一片丹心，名垂千古，只干戈，义无反顾。芸芸壮志，今朝抗我，烽火照未尽，你手藏军心。不了，您看一下哈，这当然是两岸在募兵上不同的广告。我们国军的这个招募的广告想要表达的在哪边？那你是想要招募什么样的军人？是我看以后我不能再讲什么。这个影片是去年毕业季的时候军文社拍摄的一个影片，他从毕业季的一个影片把它转成为国军招募人才的一个广告啊。嗯，基本上这个我们今年的招募影片有两部，第一部就是如同委员您所讲的，是去年109年一届的毕业生，嗯啊，他们所集体创作的，里面的意涵是放手去做，啊哈。然后后面我们还有第二部的影片是接续的播，但是网络上面一般的酸民都把它忽略了。我们的第二部，这些放手去做的学子，现在在委员咨询的同时，基本上他可能在海上，他可能在空中，他可能在高山站台，他可能在本外离岛偏远的地区，他在恪守恪尽着他保家卫国的职责，这个部分完全没有问题。那第二步，第二步的是整装待发，所以是整装待发。你假如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，跟老共的招募广告是一样的，你就要加强宣传嘛。109年毕业的应届毕业生，他们集体的创作，那现在他们都已经是国军最基层的干部了。这个啊，我觉得你这样讲法就恶意的曲解我今天要质询的目的啊！你这样太离谱了。我们是肯定你国军啊，我是希望你改进啊，你给我这种态度啊！这委员不要生气啊，我也没有讲说好像哎，委员要挑我毛病。什么时候不支持你国防部？所以我刚刚就讲说，什么时候你给我说出来？委员不要这么嚣张啊！啊，这我们回去我可以跟他们做沟通，好吧？我们做一个强化。希望你好，你给我耍大牌！我们不支持国军吗？我是你的宪兵。啊，委员，你不要需要你这样子吗？你来教训我啊！我没有要教训你，跟委员报告，好吧？这个东西我觉得很。抱歉，我的同仁，哎。